小娟，妈妈来了。妈妈。小娟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娟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妈妈，是今天你接我去动手术。怕不怕？不怕。妈妈，你爸爸呢？爸爸也会祝福小娟的。小娟，你一定要相信妈妈，你会勇敢的、坚强的活下去，对不对？你千万别着急啊！什么事儿啊？我刚才去给小娟办住院手续，那医生告诉我说，待会医生国内有事儿，提前回国了。他走了。啊，现在应该是正要赶往机场呢，怎么办啊，姐？世红，你一定要帮帮我。David， 时候，你不这么感觉？我们还是朋友吗？你怎么要走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？本来还是朋友，就是美国那边的学校他们有点事，然后我会去。还好只是学校有事，不是人命关天的事。帮帮忙，多留下了一天行吗？不是我不给你的朋友动手术，你看他还没入院。他们现在就在医院等你，事情非常的紧急，帮我个忙，多留下了一天，帮他开刀好吗 ？OK。哎，小红，但是所有的全费都是你的负责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累死妈了，怎么样？活动活动。是什么？怎么样？好点了哈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不行不行，还是不咋地。博轩，看来不行，咱们得去医院。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我不是，妈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既然要去的话，那就要去比较好的医院。当然要去最好的医院，走去人民医院。啊，不行。哎呀，怎么不行？怎么又不行了？人民医院伤科是最强的。走，来，起来。行了，妈，去吧。当心啊。没事没事。哎呀。博轩，怎么样？小心啊！没事，我还能坚持下去。许世红，你说的是谁呀？许世红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呀，来医院肯定是来看病的嘛。不会这么简单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我得去死！哎，你小心啊！小心！小军，要勇敢，一定要勇敢，不要害怕，知道吗？等一等，小军，妈妈答应你，妈妈就在外面等你，你一出来第一眼就能看到妈妈。你一定要答应妈妈，一定要出来再见了妈妈，好不好？妈妈，你别哭了，
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小江进去的时候，她害怕吗？她有没有很紧张？我们的女儿很勇敢，她没有害怕。 希望爸爸妈妈都能够在这儿，等着他手术成功、平安的回来。我很能理解大家的心情。 但是，请各位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免得影响医生在里面动手术。还有，小娟平安出来以后，她一定不希望看到大家这么难过。